正经现实批，现实批正经。大家好，我是彭文正，我是李金玉。鼎新集团穿梭两岸的门神真的是马英九吗？那一周刊为什么要这样爆料呢？另外，鼎新卫家有捐给马英九总统大选10亿的政治现金，是真呢还是假？另外，银眼梁跳火坑是马英九出的主意吗？我们要看看到底是不是无风不起浪，还是无风三尺浪。而我们节目在一个多月以来，针对林盛文投资的精卫集团提出了一连串的质疑之后，精卫终于出面说明了。委任律师说，精卫所谓的亏损只是因为会计原则的变更，而实际上获利并没有缩减。而暂停交易申报的延迟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香港跟台湾两地的作业差异，绝对不像外传的刻意哦。这两件事情他们说并没有关联呢。好，等一下我们就会说杰明你怎么说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看对于精卫他的整个回应啊。另外，会计的审计部他证实了柯文哲 MG149公账的部分呢，没有任何违法的情势，但是连胜文跟国民党立委依然是群起挞伐。那么痛批审计长混吃等死的费鸿泰委员，今天加码再批审计部是尸位素餐、包庇护航。他说：“这样你对得起国人对你的期待吗？”但是国人的期待是什么呢？而选战进入倒数40天了，台湾竞争力论坛发布了一个民调，大家听了吓了一大跳。柯文哲和连胜文的差距不到5%了，哎，怎么跟之前一直以来的民调数据不太一样呢？这怎么回事呢？我们首先先来看看另外一份民调，是联合报在今天。我们看看这个距离9合1选举仅仅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好，联合报最新的民调显示，台北市这个市长参选人目前仍然呈现连柯对决的局面。如果说明天就要投票的话，那么柯文哲获得的是42%的支持，那么连胜文呢，我们看到是29%的选民青睐。但有趣的是，柯文哲您看哦，看好度的部分在这里上升楼，有40%的选民认为柯文哲当选的希望比较大，而连胜文这个部分呢就只剩下了31%。如果是交叉比对来看一下，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部分吗？我们来看看下一张。好，在这个性别的部分，哎，男性的部分柯文哲大赢连胜文，柯文哲获得了46%的支持，高于连胜文的25%。另外在年龄的部分，年轻人这里差距太大了吧，柯文哲51%，连胜文22%。另外在教育程度的部分，看到差距比较大的是大专以上，支持柯文哲46%，连胜文只有29%。另外政党倾向，我们再来看一下泛蓝的部分，有16%要投给柯文哲，而泛绿的部分只有4%会转向给连胜文。至于无政党倾向的部分也特别注意喽，高达45%支持柯文哲，14%支持连胜文。看起来从这个支持度交叉分析上看起来，欧基上50岁以上，像我们这种欧基上是比较喜欢连胜文的。这在这里如果看起来的话，是有7% 的这样的一个差距。对，还有高中职以下教育程度。好，大家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哦？我们先来听听壹电视跟雅虎一起做的一个街访，相当有趣。你有支持哪一位候选人吗？连胜文，连胜文吧。为什么不支持柯文哲？柯文哲，因为我本身我们家就是蓝阵营的，所以就对绿的就是没有什么信心。柯文哲的话，我真的觉得他在来乱的。不能讲，一定要讲吗？我心里有个数吧。还没定呢、啊，现在还没有决定。看得习惯的人，他不要家财万贯了、啊。然后三代都是公务员的啦、啊，这种东西不能选的、啊。目前正在考虑柯文哲以及洪光远。柯文哲，柯文哲。连胜文哪一个有钱的人哦，托给他没有用的、啊，不会照顾老百姓的、啊。柯文哲吧，他看起来就是蛮有本事的。有哪一些印象深刻的政见？没有吧，没什么印象。完全没政见。没有，他们的政见我觉得都蛮好笑的。是比较记得之前内湖的那个跟社子岛的那些事情。到底台北市的选民们对各位候选人提出的政见有多少了解呢？目前的台北市整体市政满意吗？还满意，还行的，还行，算满意吧。我算满意了，不满意。
不满意，非常不满意，普通，待加强，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你觉得台北市最需要改善的问题是什么？就业吧，就业，房价，房价稍微高了点，教育吧，交通跟就业，然后环保也蛮重要的，交通、食安，还有住宅，薪水低，都很需要改善。物价。环境，你认为哪一个候选人可以改善这些问题？应该柯文哲吧。柯文哲，连胜文他可能不大了解底层的想法，他们都没有执政过，觉得他们两个都没什么能力。这个是一个 team， 这个不是一个市长，不绝对绝对没有办法。柯文哲，所以我支持他。应该是连胜文吧。他提出什么相关的政见？不是啊，是因为他就比较有钱。如果撇开我支持人的想法的话，我是觉得柯文哲，因为他蛮有他自己的主见。那有什么不投给他？可是就是不喜欢绿的啊。你认为年底谁会当选？我选他的应该都会当选。一半一半吧。现在的民意应该是倒向柯文哲的吧？我虽然不想这样讲，但是我觉得目前柯文哲好像民调比较高一点。但是我嘴巴还是要讲是连胜文。连胜文会当选？看看谁的拳头最大，那一个人可能就会当选了。我讲的拳头是哪个拳头，你知道吗？就这个钱。对啦，你觉得连胜文会当选吗？有机会。你觉得柯文哲会当选吗？应该会吧，不意外的话。你觉得柯文哲会当选吗？非常危险，国民党他会用那个五个小孩去做他的竞选的主轴吗？你觉得连胜会当选吗？应该会当选吧，九成。那你希望他当选吗？不希望啊，可是他还是会当选。那他当选了你怎么办？没有怎么办，就像马英九都当选了，能怎么办？如果连胜文当选了你怎么办？就离开台北市吧。最后国民党还有一招吗？就像刚才我们讲的，派五个小孩出来把这事情搞定。哦，看起来这个民调一下差十几，现在寇姐听说有人民调说差4.4啊，真的假的？其实做民调大概是看他的这个主，就是他的方向或是主题。那今天这个台湾竞争力论坛，我记得他们应该是在10月15号的时候还公布了一个民调，台湾竞争力哦，民调柯文哲40.9%，领先连胜文的28.2%。这是10月15号公布的民调，差12.7%啊，差12.7%。然后今天突然早上，他们又开了一个记者会，说15号跟16号做了一个民调，因为那个食安风暴的问题，因为哈、连胜文呢，他倒江啊、要江宜桦下台，所以处理得当，已经双方缩减到4.4%。不过大部分人都不太相信，因为这个台湾竞争力曾经做过一个民调，我有一次跟他们的人同台讨论，都吓得冷汗直流，因为他们说台湾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不是说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啊，认同是自己是中国人的占70%，占70%。那通常我们这里大概有快10个人，恐怕也不可能有7个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所以我觉得。如果国民党想要用这种方式，用这种用民调，然后这个由业主提出一些既定的导向的方式做民调，那真的很好笑。但是这个竞争力的这个民调很倒霉，因为他本来这个做好了还花了一笔钱，你知道做一次民调要10几万嘛，对，那本来今天要公布，没想到被联合报今天早上给破功了。因为联合报是昨天做好了民调之后，就是现在我们在这个CG 上看到的就42比29嘛，所以好像有点不太好意思。因为通常大家认为这个这么蓝的一个联合报的黑白集曾经连续10天批那个柯文哲耶，连续10天呢骂得一文不值啊。那当年特别费的时候不是这样讲的。那所以这个民调在比台湾竞争力，那我相信联合报民调是比较有公信力。联合报民调比较值得注意的时候，在6月的时候他们公布的那个民调里面，双方的看好度啊，柯文哲还是落后的，大概落后有3到4个百分点。可是现在他的看好度是领先。不过在越接近民调的时候，其实各个竞选单位，尤其是现在领先的柯文哲，他很怕人家讲他民调领先啊，所以他宁可台湾竞争力的4.4有危机感。所以我也怀疑这个台湾竞争力是不是柯文哲的这个金主出钱所做的。总而言之，不要相信民调，相信我们大家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判断。如果就这个联合报的最新民调来看的话，应博，我想问你，你在基层现在在到处跑嘛，这个蓝营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团结的危机意识了？是不是真的蓝营的支持者票会投不下去？在一个多月之前我们在跑地方民调，在跑地方的时候，整个普遍的看法对这个连胜文是相当不利的。
好，那一直到现在虽然有点起色，但是也相当符合于联合报的现在的民调，特别是在我们认为说应该不会支持柯文哲的人，现在他们已经在考虑支持了，当然也不会跟我们明讲说他就要支持柯文哲，所以从这个样子来看的话，我们看到那些所谓的泛，就是浅蓝的这个选民就已经开始有点这个，就是有点开始松口，就开始有一点觉得说已经对这个柯文哲这个喜好度会偏向这种状况来讲的话，特别是我跟徐嘉青的选区哦，我们这边是属于蓝大于绿的，也就是蓝的这个区块，蓝的这个蓝大于绿的区块，我所接触到的这些所谓的比较偏蓝的选民呢，对这个连胜文的这种已经有觉得，就是说他们觉得好像不太支持得下去，然后也不想支持这个连胜文的这种声音是比我想象的还要大的。说可想而知，台北市其他选区哦，我们的台北市第六选区是标准的蓝大于绿的这个区块的这个选区，都已经是这样子的。那你到你可想而知，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士林北投啦、中山大楼这一块的话，可能情况是更差。所以联合报的目前为止来看的这样的民调度，跟我们在跑地方的基层来讲是会比较符合的。但是现在也问题在那这个危机就是另外一个转机了，在选前还有一个多月之前。这样的民调这样出现的话，那相当于这个后面的这个连胜文这个阵营呢，一定会有一些作为存在。否则的话，这个按照过去，如果是现在这样的民调领先，连国民党这边领先这么多的话，国民党大概什么作为啊？什么作为可以在最后一个月里面？那当然了，五个小孩，我觉得五个小孩是不可能的。OK， 以台北市目前这种状况，请五个小孩子出去跑，第一个我觉得国民党没有这个财力，第二个连战不肯，而且我再跟大卫讲得更清楚，这一次啊。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的检调单位啊，丁慧权盯得非常非常的紧，摆明的都跟我们讲说这个手机都在监听啊。所以你说要这个要请五个小孩子去跑，我跟寇哥姐讲说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台北是跑不动，绝对是跑不动。那也就是说在组织动员上面，过去国民党的组织动员，我想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组织动员真的不能小觑，因为你看一下国民党的一个市议员这个部分，那个组织动员一动员起来，往往是我们这种其他政党来讲是自叹不如的。所以我觉得后面的这个后面最后一个月，连阵营这边包括国民党这边一定会在组织动员上面会有一些大作为。否则的话，如果还是放任这个民调，或是放任这个现来的这个原状下去的话，那是一定输的。OK， 好，那个黄委员，刚才彦博说五个小孩在台北是跑不动，你的脸上的表情有点奇怪。你的意思是？我觉得有点怪怪，因为在座除了杰明之外，其实大家都选过去。那其实刚这个彦博刚刚提到五个小孩跑不动，而且国民党没有那么多钱。我刚刚听到国民党没有那么多钱，我就觉得啊，怎么会啊？国民党什么时候？国民党光是中央投资公司每年结缴哈缴鼓励缴给党这个鼓励了啊，结缴给党中央的钱就25亿哎，二十几亿哎。开玩笑，国民党的这个财力，其实因为我是新党的，但是其实我们都对国民党的财力，大家都觉得好大，好这个你好大，我很怕。那第二个，这个五个小孩有没有帮助？其实我觉得都会有帮助。因为我好像讲说台北市没有帮助，乡下就有帮助。其实我觉得都会有。我没有讲说乡下有帮助，我是说我们在台北市，你要花钱去贿选，你买十票有没有中一票，我都只能感到我这么说了。因为第一个减掉。好，会去查，我当然相信他们会去查。第二个，减掉去查手机，我其实现在买票没有人就哎，你几票啊这样啊，我抽掉啊不会，没有人这样讲。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不是有其他的方式，包括我们过去提到的马总统在2012年选举的这个金额是不是严重低估？那么连胜文今年选举到底花了多少钱？其实不见得是完全面对面说哎一票多少，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你花大钱去要求啊，这个庄脚啊，成为你的受雇者，希望你帮我开出票来。你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其实这我们今天也不是专门在讨论这个贿选或者是用金钱选举的方式，但是我们总知道这次的这个金钱绝对是有涉入的，只不过涉入的方式是不是符合减掉定义的贿选，好用或是用其他的方式，要不然我们不会看到这个过去在宇昌案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行政。立法好，还有司法特侦组在调查这个宇昌案。可是这次的所谓 MG149，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连考试院都涉入了柯P的太太哦，陈佩琪是不是有违反行政中立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种铺天盖地来讲，可以知道执政党国民党是不容失去台北市。我补充一下，柯P的太太就是违反行政中立法，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太太是官员。
我上一届选举的时候，我太太从头到尾不敢出来，我太太还在考试院工作。为什么？因为就是行政中立法定得太严，所以我太太是怎么样呢？只有在我竞选总部成立的时候，她站在我旁边，一句话都不讲。为什么？就是怕违反行政中立。不是因为柯文哲的太太，所以说啊，她违反了行政中立吧？不是，所有人都一样，你知道吗？很多人都觉得说啊，因为她是他太太，所以你们不应该高良先。我告诉各位啊，高良先吗？行政中立法是法，就是规定在那边，所以我本来就是没有人行政中立法的选择性执法，就是选择性执法，就是没有选择性执法。高良先，我就是最。最基本的，为什么要讲？因为我就遵守行政中立法，我何必要讲？所以彦博搞了半天，只有你一个人守法。我是守法的，我就是守法，所以我就跟你讲说，我因为我是守法，我看到你的守法，我就看到柯P的太太就是违法的。你守法不代表别人违法。所以考试院解释是对的嘛？对不对？那请问，那高良先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考试院都不讲话，就是郝龙斌的太太在。我也觉得你这样讲不公正嘛。你有你自己的讲法，那人家柯文哲的太太有柯文哲太太，这不是我的想法。行政中立法，法在那边嘛，道德就在那。我也是配偶啊，那时候弹性不弹性，法律哪有弹性的问题？法律是最后的防线，好不好？我们觉得，既然我同意法律是最后的防线，那我们一件一件事情理清，非常清楚，简短的理清，不要耽误节目的时间。请问柯文哲的太太？有兼行政职吗？没有兼行政职，哎，而且他是国庆假日才是个去的，又不是上班时间。行政公务员行政中立法是规范有兼行政职，那像医院的医师不是员工，不适用嘛？都有。那你要找你拿国家，你拿国家的钱就是广泛的这个公务人员的性质。可是行政中立法就是规范公务员嘛？对，否则干嘛用行政中立法呢？对不对？那我当我白痴呢？那我白痴吗？没有当你白痴，你也不要当。我为什么就只有我在遵守行政中立法？我现在要求是说所有的行这个。所有的参选人，你的另外一半如果是公务员的话，你就喜欢走行政中立法。如果你觉得这个行政中立法不合人情、不合人性，麻烦立法委员你们在里面去修法，你们把修法把自己卡得死死的。好，你讲完，我讲完，你讲完，我讲。我觉得其实我们不要偏执，明明最高法院规定，公务员的这个公立医院的医师、学校的教师，除非你兼行政职，譬如说你兼主任，你兼什么样的行组长。不然的话是不适用于公务员中立法，已经最高法院有函释在那边，你要不要这样讲？那你去要求考试院怎么解释嘛？好，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其实还有就是 M 七四九的事情，你们行政中立到现在都还在各说各话，对不对？所以我们稍后回来也要来看看 M 七四九到底对这次的选战有没有造成影响，还有就是五个小孩到底跑不跑得动？马上回来。审计部宣布柯文哲在台大账户 M 七四九公账的部分，他确认。没有不合法，但是连胜文跟国民党的立委仍然是群起攻之，痛批私账部分依然是不清不楚。好，对此柯文哲也相当不以为然了，他强调审计部这个调查局已经都查了一年多，如果真的出事的话，早就查出来的话，哪会等到现在？这个不是、啊，如果审计部，我老实讲哦，要有问题哦。调查局已经查一年了。在联盟台北市长参选人柯文哲听到 MG 一四九公账被审计部宣布合法，表情轻松，但国民党立委跟连胜文依然群起攻之。审计部，所查的是公账的部分呢、啊。那么，就我了解，我看审计部的这个发表的这个文章是指说，这个私账的部分，也就是最有争议的这个 MG 一四九属于私账的部分，现在正有检调的。在调查，那这个部分我们静待检调调查结果。这个就如同在警察局里面有一笔账，专门收八大行业的钱，审计部说这个部分我管不到。其实 MG 一四九经过连日的爆料，始终没有办法证明柯文哲违法。在调查局跟审计部相继调查后，如果再打柯文哲，似乎反而让民调越打越高。那、如果审计部又这样看了好几个月还看不出问题，难道就开始骂审计部说你为什么不看出问题？这个，你要我怎么回答？这个。国民党立委算坚持续打 MG 一四九，但迟迟得不到司法背书，恐怕沦为口水抹黑战，就怕反作用力会伤到连胜文。记者综合报道。好，如果刚刚在这个行政中立的部分有得辩的话，那 MG 一四九才有得辩呢。因为凤鸿泰委员今天说审计部在耍无赖，杰明怎么看？我其实这边看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其实如果你今天说他太太是违反行政中立，我是非常欢迎这样议题继续发酵，因为所有的选民心里有一把尺，到底一个医生职是不是
违反行政中立，这个不需要辩论。老百姓会自己想，医生他可以影响任何人去做投票的表决吗？如果有人认为可以，认为会的，那就去投连胜文。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就想说啊，那其他人一天到晚在路上跑来跑去帮连胜文选那些公职人员，还有甚至选举的时候市长还跑去在背后帮他按这个抓住他肩膀加持的那位现任的市长。哇，老百姓心里会明白，所以我会非常欢迎这种口水的这种议题继续发酵，这对于老百姓对国民党的看法会越清楚。一样道理 ，MG 也是同样的事情，非常轻松去面对 MG 啊，因为这个东西有问题，早就已经是所有的国民党立法委员，连绿方啊、费鸿泰啊，你能想到的国民党的委员，大家都已经下去了。但是，请大家记得一件事哦，面对食安问题。国民党立法委员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表态，甚至封杀食安法的这个议定，而食安法是全台湾老百姓的这个就是食品安全。所以你看他面对到所谓的 MG 是这个就是跟选举有关的议题，他们是穷追猛打，但是遇到老百姓到底吃的安不安全的事情，他们是完全没有任何声音。这就是费鸿泰，这就是林玉芳，这就是我们说的罗淑蕾。所以我们很清楚，没关系，继续打 MG 哦，打得越热烈。试试看啊！再提醒一件事，刚才看到支持连胜文的有29%哈，但是相信柯文哲有罪的只有16%，所以连你们国民党本身很多人都不相信 NG 有事，没关系，继续打。连胜文最好欢迎他多讲 NG， 因为他自己连他的精卫、连他 TER 都讲不清楚哦。但是这里面其实刚才谈到5个小孩哦，我们知道其实到了剩下选举没剩几天了、我们估计一下，柯文哲现在有几个比较弱势的地方。第一个是妇女选票，虽然那边刚刚看到妇女选票好像柯文哲支持度比较高，但是其实很多没有表态的妇女啊、他们没有表态。那以前国民党呢，大概在台北地区哦，支持女性的，根据过去的资料大概是70%。那现在柯文哲大概拿到40%，那也就是说相对有60%的还是支持连胜文。第二个族群呢是金融业，那么金融业当然他们基本上长期是偏蓝的，我也是金融业哦。在2012年之前，开玩笑，我是深蓝铁票，还有说什么的呀、啊？但是经过这几年下来，发现到，哎，不对，因为很多的金融业是倒行逆施，那很多的分析师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资本市场，连你已经有澳洲公文说这家牛油是可以喝的、可以吃的，我们的卫生部要说那个牛油不能吃，而这种事情发生，后来那个股票就从72块跌到50块，无语问苍天，多少分析师被修理？多少退休人他是那靠那家公司股票为生的，全部被修理，这就是我们政府。所以怀一件事情，当第三个族群是什么？所以金融业其实不敢讲话，不是他不愿意讲话，而是因为讲话怕有个金管会，而、这个金管会自己心里明白。第三个族群比较特别，是企业现在还在观望。其实我觉得大家讲说这个国民党没有钱，什么没有钱了、其实不要忘记了，连战周围有许多所谓的跟大陆有关系的这些企业，不要忘记了当时针对四川所谓的这个赈灾的钱就讲不清楚，到底是林文博的钱还是他的钱，到底是这个严凯泰的钱还是连战的钱，中间一两千万，请记得 NG 是800万哦。但是连战对于四川的这个赈灾来回是1-2千万都说不清楚哦，所以其他周围有一堆所谓的真正的财团，那这次财团呢，坦白讲，对于就我们说的企业主，对于柯文哲的捐款是非常的少，几乎是没有。像之前在民党选举的时候，民党的候选人还有得到一些财团的资助，但这次呢是我不要说财团了，企业家的资助，但是这次呢，其实企业家没有表态。为什么？当然也在观察，因为毕竟现在还是国民党在执政，还有包括大陆的这个方向、也都不确认。但是似乎已经有个苗头哦，但我要先恭喜连胜文一件事情，因为刚才那个数字哈、这个关键那个数字就是16%，上次我们看到数据是21%。哦、OK， 对，就是说蓝的泛蓝归队了，有回流，有回流，这是有回流，但这个回流会不会去投票就不知道，是个问号。所以就是说，其实某种程度在最后的催票活动哦，会不会让本来就是支持连胜文但不投票的人出来，就会决战哦，所以。基本上会有三种情况，我们估计啊，在未来这选举前会发生。第一件事情就是2016年总统危机牌，就是说，如果今天让柯文哲选上了，那么2016呢，民进党就可能会执政。那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你们可以接受吗？这个可能会被打出来啊。第二件事情就是，现在其实我跟各位报告，你观察礼拜天哦、就是刚刚过去礼拜天，各大媒体在报行程的时候，请问一下，你是看到柯文哲比较多，还是看到连胜文比较多？各位自己去思考，在礼拜天我有去看，
你觉得是报连胜文的这个新闻比较多呢，还是报柯文哲？好，你一定知道哪个答案是什么。所以到了最后的一两个关键的一两周，会不会有庞大的媒体他报的是非柯文哲？所以让人们的意识觉得，哎，这个选举要去踊跃投票，因为到后面就是好，所以第三件是最重要的。这最后决胜点哦，是68跟70。嗯，什么叫做68跟70？就是如果投票率低于68的话，那基本上以目前的盘，柯文哲大概是应该是几率比较大。嗯嗯。但是如果投票率到70以上，甚至到73的话，那表示蓝营都回来的话，那柯文哲可能就比较辛苦。那你怎么吹票？里长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嗯嗯。那因为我们之前台北市曾经有一个赌盘，就是里长捐1000。哦，那如果某人赢的话，可以拿9000回来。哦，曾经有这样案例。那会说啊，连战从来以前选票选举是不花自己钱，花国民党。但不要忘记了，在连家的附近有一堆的所谓的企业主，他们口袋是很，我当然并不是暗示这些企业主会做这个动作，而是事实上他们这个所谓的金流的部分，其实老百姓都知道。所以里长会不会在最后的一周得到类似赌盘的讯息？好，这个可能现在我们先把这话题讲出来，也许到时候不会发生。OK， 让老百姓去选。所以这三件事，里长会不会去催票？媒体在最后一周会不会猛烈的攻势？最后一件事情就是2016的这个危机牌。这三件事对于最后投票率会不会冲过73%哦，是很关键的。OK， 讲到赌盘哦，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可怕的，它就是让这些人来参赌，然后让他们的绑在一起，让他们的这个融入在一条船上。这个部分对民主政治来讲是非常可恶的一件事情。我们整个一电视都会卯足了全力来查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查嘛，这是翁大明的战术啦。最近很多人都在讲说，那个连家拿10亿出来，然后就用翁大明的战术，1000块绑9000块，这个而且他最后搞不好一毛钱都不必出，还可以当选。那我不认为这个神奇的这种伟大的操作，这一年今年可以这个得到这个帮助，或者说得到运作。那可是目前有很多人在这个灭火当中，或者说打这个预防性的预防针，但是我们的检调单位或许对于这个部分的所谓的这个主投啊，或者是这一类的赌盘对于选情的影响，应该要注意到。因为至少上一次这个新北市的那个枪击案，他很多人都私下都了解，他其实是跟赌盘是有关的啊，那可能会影响一个长足的治安。那至于里长的部分我不认为，我认为现在台北市的这个里长们，应该没有像以前那么了不起的动员能力。像我住在那个大安区的那个建伦里，从来也见不到我家的里长里长从来不来敢跟我讲。豆姐，你是那个蛋黄区的蛋黄里长。我讲的就是大安区目前嘛，这个情况。那个里长我认识了，对，他的活动我都有参加。但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这还在于这个柯文哲先生。最重要的，我认为今天早上我访问宋楚瑜，他讲得很好。柯文哲，你对于两岸未来的两岸的政策，你要怎么样在民进党的极端当中找出一个中间路线？而民进党人不要去掣肘柯文哲，因为民进党很多的非常绿的这个候选人，到了最后关头，他就会把柯文哲的在野大联盟的这个角色给模糊化啊。这一点我倒觉得，至少我个人是属于比较中间浅蓝，对，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来讲，你柯文哲必须面对的就是一个两岸关系，你怎么样不同于比较深绿基本教育派的民进党。好，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谈这个问题。好，我们刚才讲这个 MG149，我们就忙了两三个星期，结果搞了半天大家白忙一场，只有我们赚到一点收视率啊，不好意思。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也谈了那个精卫 TDR 的问题，我们谈了半天，哎，结果也好像也没有人去查这个问题。倒是这个精卫公司他派了他的律师庄正庄律师出来回复了一些问题。这是声明稿吗？对，他的说明啊。好，来我们看看啊，他说的精卫集团从2001年在香港这个联交所挂牌以后，从来没有发生过亏损。哎，这跟我们看到他这个好像一年吧，前面三年都打消掉的这个情况好像不太一样。好，另外说分别发布盈利警告及补充公告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要因应会计原则的变更。好，另外他说呢，这个认列呢是因为认列了非现金流的损失，所以让他这个盈余突然的这个减少。好，他说从来没有经营不善的问题存在。好了，另外他说呢，2014年3月因为出售
非核心业务的联营公司的乐宇中国27.9%的持股，所以呢，总价金超过1亿美元，符合香港联交所的规定，所以呢，他呢申请短暂的暂停交易的标准。好的，他最后他还讲说，但因为为什么呢？会有这个迟报的情况，还有这个中间有这个时间差。他解释说，是因为香港、台湾两地的作业时间流程有所差异，再加上人员对申报作业内容不熟悉，所以才到了早上9:38才公开资讯观测站才输入完成。哇，这么专业的事情，竟然找一个作业不熟悉的人去建档，我觉得替他捏了一把冷汗。杰明，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明？好。其实它里面还加上一个说明哦，那我们把这个资料调出来，会非常有趣的事情是，我们本来以为是它一年的亏损。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的第一个假设，2011年到2012年这段时间，每一年是赚钱的。我们看一下，哎，真的耶，从2010年挂牌之后，每一年真的都赚钱呢，哦，一直赚到2012年的4月啊，这是真的是赚钱的。对，所以他那句话是说对的。对，那其实他又加了一句话，哎。不是一下把它全部赔光，不是重点不在这里。他说这一年他是怎样，他原他的本业是赚钱的，而且赚更多。对，哇，他不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还以为只是把，因为我们看这数据就知道嘛，33嘛。好，那这边加起来是15+6+5.6，加起来差不多就是33嘛。刚刚好33，7.2+15.4+3+6+4.2。所以我们当时的说法，我们在节目上，所以我们一直是把过去从2010年打消，后来不是这样子，不是，他是说认列，不是，是连2013的会计年度所赚的钱也认列掉了，也就是说把那一年的钱亏掉完之后，又多亏了33.6，而这33.6真巧就把过去3年的钱全部都一次亏光了。如果你是一个投资人，你会觉得你碰到诈骗集团吗？不，我不懂什么叫做会计原则变化非现金流是怎么样？是他原本有个专利权，这个专利权每年都有认列利润，后来发现这里是假的，然后把它一次打消。我想到只有这样子啊，因为只有专利权是属于非现金流嘛，专利权有它的价值嘛，这价值可以在他的资产里面认列它的价值啊。对。那难道是他某个专利以前都有认列上去？那我就要问一件事，那这些钱是假钱哦？我对专利的了解，一般来讲，这类的专利没有办法认列掉这么高的一个金额。而且还有一个，而且这个数字太巧合，我们刚才算过，正好是33，把今年亏损，他亏掉是连他当年赚的钱都亏掉完之后，还把过去3年钱都亏掉，是什么样的企业这么神奇？而且我问过会计师，对。基本上，如果你预计将来会计原则有改变的时候，其实你过去2年，就是比如说2014年会计原则改变， 你在2013的会计年度跟2012年的会计年度就已经在调整了。对，你绝对不会让大家突然之间有一种跳下去的感觉。所以他一定在过去2年做调整，很少说会有一次打消这个背底，而且打消背底会把过去当年度还有过去3年全部吃掉。对，所以我们就想一件事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应该要请会计师出来说，而不是律师哦，因为我怀疑这律师到底对会计的程度了解是多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律师出来讲有个好处啊，就是说记得我是律师哦，但只有这个功用。但是如果会计师出来，如果会计师讲假话，他在香港会吊牌。对，我懂你意思。所以应该要请会计师说，会计师说如果他讲错话了，他就会被吊牌。你的意思是说，律师讲谎话会生意兴隆？因为律师只是针对他的部分，就是如果我讲错话，可以针对讲错话的人做法律上的动作。但是他对会计如果不熟， okay, 他何必说这？其实里面他有句话，我们真的很希望他接我们电话，因为我要当面问他一个问题。到底所谓的停牌是在当天跟香港的证交会通知，还是要提前10天？庄正律师刚刚接受我们打电话过去哦，原本答应接受采访，但他后来又拒绝了。好，所以我就知道，我其实今天就等他问这个问题，因为看起来他应该蛮专业的，而且对香港的事务应该很清楚。那我现在问的问题是说，到底停牌决定会是在3月23号当天决定，还是要提前10天要跟证交所去申请？我要等他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是要提前10天，对，表示他对台湾总共有30亿的贷款，跟10亿的所谓股权，总共40亿移出台湾这件事情，哦，
负不负责任。Okay. 我想问他一件事，他在香港有拿到40亿台币这样的贷，30亿台币贷款跟10亿的股金吗？他有拿这么多钱吗？到底是台湾的钱比较多，还是香港的钱比较多？嗯嗯嗯，如果今天证明一件事，香港拿到的股金跟他的贷款的钱比台湾少的时候，他在10天前告知了香港证交所，却不告知台湾的金管会，我们的金管会应该先跳出来哦。今天有人忽略你的存在哦，我们银行借了30亿哦，结果他竟然10天前告知香港，却不告知台湾。我觉得现在律师你真的要拿起电话来接，我只要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到底是10天前要不要跟香港预知？如果你10天前给香港预知，也就是说你有10天的时间可以非常从容不迫的跟台湾的证券交易所还有金管会说你在香港会停牌，而不是9点跟9点半的问题。好，那个9点跟9点半的问题，那38分钟更诡异。是，好，现在我们看下一张。律师的解释是什么？哦，律师的解释是说，操作的人不熟悉。对，操作不熟悉，那神奇就在这个地方了。哎，这38分钟有大股东就这样跑了。这个就是这个精卫的长期股线图，从2012年到这个2014年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第三季啊。这个图哦，我们又来了，又要讲这个分析，请大家这次的焦点呢，不要看股价的高低了，麻烦你把眼睛往下掉，这里，哎，看成交量，成交量，哎，我特别切了平均量哦，那这一看去，这个三是很清楚啊，好，这个基线是平均量，哎，对，这平均量，我就把下面都不都弄过去，所以过去基本上是根本就是低于平均线，低于平均，对，无论它股价涨还是跌，基本上是没成交量的，这里爆量。为什么这边爆量？什么神奇的日子？神奇的日子，圣诞节吗？这个红色的日子是当然，你说，真的，圣诞节刚过，哈哈，不是，因为那是1月份的事情，对，这个圣诞节在这里，对，这又是什么日子？就是有一个先生，他突然之间就本来他因为他从平民变成，不，重点在这个地方，他接受了一个堂主播的访问，他说他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呢，根本不在台湾。因为他都在外面，所以他不认识魏家的人。对，也就是说，这个人在过去这段时间是消失台湾的，突然就在这一天的时候，就是股市在涨的这一天的时候，对，他跳出来说：“耶，我要选台北市长。”就在这个时候。所以呢，但是这也不重要。人家有人觉得他该选市长，所以就成交量放大 ，OK 嘛，庆祝行情嘛。对。但是我要请大家留意的其实是这一根。OK。为什么要留意这一根？因为这根完没多久就公布了2013年到2014年会计年度大亏钱，就在这时候公布。我的问题就是跟胖达人的要件一样，小 S 的公公为什么可以收到 LINE？ 而这个 LINE 是说胖达人将要亏钱，还没公布财报之前，小 S 公公跟他的儿子就抛出股票。那么因为他们已经有接到一个 LINE， 知道胖达人将亏钱。而胖达人呢，是基因最大的获利来源，一样道理。你的意思是说，这里面到底有没有人接到 LINE？ 有没有人知道说将要公布这个就是财报不好，先在这个地方借由这个机会脱离他的股票？接了没多久，这就明显看出来嘛，神奇的这高点之后，上下价格从10块钱一路跌到5.8块。对。这个下跌幅度跌了50%，差不多一半。所以有些人先跑掉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节目讲那么久了？证交所为什么不调出资料？到底这些人是不是？我们也希望还连胜文清白。到底是你的朋友们在这个时候出脱，赶快给我们资料嘛！我们也希望给连胜文一个清白啊！不要让他一直都没办法回答这个事情嘛。而且除了证交所之外，记得寇赫姐去3月3号，好，又讲我伤心事了。对，那为什么减掉好像都没有动作？我们也想知道。因为马总统可能没有开国安会议的关系吧？对，好。好，我们稍后回来。台北市长的选情可以说是日益的紧绷，亲民党的态度一直被视为是可能可以左右选情的一个关键。至少李敖在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他是这么说，他说影响10万票。好，但目前呢，宋楚瑜他表示说他不表态，他不会介入这一次的台北市长的选举。他其实今天早上呢就上了这个周玉蔻的电台访问节目，那么仍然他是没有表态的，但他炮打中央毫不留情，他批评马总统的政绩不好，拖垮了蓝营在全台湾的选情，同时他还说马金砸坏了蒋经国的招牌，还说他们是三民主义的叛徒。呼吁啊，这个马总统，他站在一个国家领导人的高度，不是在成立一个新的办公室，要强调我刚刚所说的
就是这个整合。公开喊话就是对马总统施政超不满，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矛头全都对准府院中央。马英九总统的这个执政的这个绩效，很显然，我们必须要说，确实拖累，不只是台北市，很多的地方都有很大的影响。单是食安的问题，包括你看雪上加霜。一提到蓝营选情告急，宋楚瑜大肆批评，从食安讲到日月光，句句拼马，毫不留情。当权的这几位的执政的方式，跟我过去所认识的国民党的基本的政策是违背的。他不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几乎他们做的是三民主义的叛徒嘛。但谈到北市选举，宋楚瑜就没那么犀利。柯文哲有他的这个人格特质，他直言不讳。连胜文也有他的这个年轻的。两边都不得罪，谈话留余地。亲民党的最大算计，恐怕还是要替菊英子弟兵争取更多支持的选民，但就怕两边若不买账，两头空。谢台北综合报道。好，怎么看起来好像这个宋主席他的立场还是相当的模糊哦？倒是这个炮打马英的态度是非常明确。在这个访问当中，他有怎么样的透露？我觉得可能要请 Coco 姐自己本身来告诉我们。你的观察。宋楚瑜今天的谈话透露了什么样的讯息？我觉得他从接受那个新闻面对面第一次接受访问那一天起，然后连战先生不是第二天就批他那七老八十啊，这个剩余价值啊挤得干干净净之后，他因为跟这个外界新闻界接触多了，因为他上了好几个节目，里面都有非常多的长期啊这个资深的媒体人或是政治评论家，公开私下都提供他更多讯息，所以他越听他觉得这个他对马英九总统的这个政权的这个整个的执政能力跟基本上连这个操守道德什么他都觉得应该质疑了，所以他才会说为什么这个他们是背叛三民主义啊，这个是三民主义的叛徒。因为他其实今天还私下跟我讲说，以前蒋经国时代啊，蒋经国总统时代其实就砍了一位这个秘书长级的人，他因为这位秘书长级的人在外面有一位红粉知己在帮他搞这个事业，听得懂的人都知道是谁。他叫我不要讲是谁，那已经过世了嘛。那可是他还跟我说，这个经国先生那个时候跟他讲要处理这个人的时候，请他这个下台，他就说某某人变了，就是那个名字嘛，这个两个字说他变了。那他提到这个的时候，因为我们在进广告啊，说了之后他就越觉得很难过。我就跟他讲说，我非常了解这个过去这一年当中总统府里面的高层这个被魏家玩弄，那个借势借端，魏家跟这个总统府总统身边的核心幕僚建立那种好像他关系很好的那种假象，去骗这个行政院的阁员，去骗这个什么 NCC 什么，我讲的骗，我真的是如果特征主要约谈我真的是愿意被这个约谈的。但他听了就觉得很可信啊，所以他才会讲说他们是三民主义的叛徒。他讲这句话说我觉得很重，但是我也这样认同，真的我也这样认同。我对马英九总统的这个操守跟这个他的自持在这件事情之前其实我还是相信的，但是你问我此时此刻我真的不相信马英九总统你是清廉的。因为魏家这件事情不是你做门神就是你下面的人做门神，我已经每天讲得那么清楚了，假装的装死，总统府一句话都不回，一句话都不回。我请问你，一周刊写那魏应行某年某月去跟你这个报告这个公司的这个状况，我问那个宋主席说，经国先生实在可以这样吗？他说当然不可以，怎么可能一个特别的一个公司到总统府去，要不然你就是这个行业嘛，要不然你就是什么什么工业什么总会协会，他一个人专门去报告他的公司耶。那拿到了这个免死牌之后，他就告诉全世界的人，我昨天进了总统府，所以陈宝基才跟他见面的。回应一下，大家都说马总统的清廉，那是他自己喊出来的，对，所以他从来没有被检验过，因为包括他富邦、台北银行对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清廉，他为什么要在这个交易当中去了五次招待所？对，然后他的这个特别费，有人比他清廉，特别费没有用完，通通缴库的、他为什么可以用都不用就直接放自己口袋？这些你们质疑的东西，他过去都有跟我说明过。我访问他的时候，对 ，K 他都有说明。可是这件事情他竟然不敢面对。我对着节目里面讲说，你去查一查，帮魏应行安排你进总统府跟你见面的这个人是谁嘛？
总统任何的权力者帮他安排行程的人都是最有权力的、啊、最有影响力的，到现在装傻就是跟你回都不回、嗯、那除非你自己就是门神、嗯、马英九总统真的是哈、啊，真的是三民主义的叛徒啊。陈委员啊、哦、我在想说，哎，对，说的也是，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然后政论节目都在谈马英九是门神，马英九是门神，可是为什么他完全没有回应？这个也是我们纳闷的地方哦。基本上这个指控是非常重的哦、嗯、就是说你收了魏家十亿哦、嗯、这十亿基本上我们看到他的选举经费还没有花那么多、嗯、所以包括说如果真的收了十亿，你现在包庇顶薪，甚至所有的整个过程卫福部在发生混油假油事件到饲料油事件、嗯、全部没有对于魏家有任何动作、嗯、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桶油，哎，高振立早就已经二审定验了、嗯、可是现在在魏应冲的部分现在才刚刚起诉、嗯、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你就觉得说历经了这么久，如果今天不是因为大家发起了这个顶薪灭顶的动作的话，我相信整个减掉不会这么大动作，可能又被马英九压下来了。所以我们认为说大统由这一次的一个起诉，如果不是今天全民运动，可能也没有今天起诉案。然后今天如果没有我们大家认为说已经忍无可忍了，嗯，我相信也不会有压人这个动作。嗯，甚至我们都看到啊，哎，我们的所有的周边司法单位还配合演出，哎，我们看到说到底有没有上铐，有没有上铐我们觉得不是那么重要，可是用欺骗就不对。你今天有上铐就上铐嘛，没有上铐为什么你要把它放在衣服里面，然后旁边的这个司法人员还要协助你去做假装的动作。所以我认为说这一路来就是演很大骗很大。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整个事情发生之后那么慢才去搜索，那么慢才去约谈、嗯、甚至在约谈前还有飞机可以飞出去、嗯、我想在其他的人都不可能发生、嗯、在第一时间可能就被压了。所以你们跟我说哎、欸，这个坑这个十亿没有关系，跟政治现金没有关系，台湾人民怎么会相信、嗯、所以今天有那么重的指控说你收了魏家十亿，然后因为你在当门神，因为当门神所以魏家才可以有恃无恐、嗯、才可以一路来从混油假油到饲料油，明明知道我们在立法院都已经正面在立法院做正面的指控哦，说正义油就是有问题，他们还可以胆大妄为继续进魏越南的这个饲料油进来做混油的动作。嗯嗯，所以我们认为说这就是因为有恃无恐，有老大在撑腰嘛、嗯、所以我们觉得奇怪的是说今天到目前为止真的马英九跳脱以前如果依金辅冲的态度啦，他那个是反正喊打喊杀的、嗯、他就是一定有任何质疑他第一时间一定要求要澄清的。对，那为什么、嗯、那为什么？所以嘛就是有可能有什么把柄吗？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好不好、嗯、这段时间金辅冲不在台湾，嗯，去年马英九跟魏家关系做大的时候金溥聪不在台湾，驻美代表啊，对、嗯、所以这跟金溥聪有什么关系？这没有逻辑啊。所以跟金溥聪没关系嘛、啊、那你问什么嘛？对啊，不晓得啊，这我不知道你的逻辑到底是什么，这跟金溥聪有什么关系、啊、哎，你这人好奇怪，我在帮金溥聪讲这个澄清这件事情嘛。不是啊，我就觉得你的逻辑这很奇怪、啊、哎，我觉得你的逻辑也很奇怪、啊、你这个质疑太邪门了。我说金溥聪不在台湾，所以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马英九总统就要查呀，奇怪了，在不在台湾这是什么回事？我这完全听不懂。金溥聪不在台湾，那金溥聪就跟这件事情没关啊。对啊，那你在那边挑拨什么东西啊？那你只要讲到金溥聪是什么问题、啊、那我为什么不能讲到金溥聪？因为金溥聪透过管道告诉我他跟这件事情没关，可以吗？好，那你就讲清楚一点。所以你陈彦博不要在那边乱插嘴嘛。你根本你这个逻辑根本就是莫名其妙嘛。对啊，什么叫奇怪？重点说我讲的重点是这件事情，因为你刚刚讲金溥聪为什么不这个否认这件事情，我说金溥聪这件事情不在台湾，而且我得到的管道是跟他认为跟他说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的意思是因为跟他无关，他怎么会知道这段时间马英九总统身边的人跟马英九总统做了什么事呢？
你以为金普聪敢去问马总统你有没有做门神吗？马英九总统跟所以没有办法魏银琴见面，所以才大家不能回应嘛。这个逻辑你们都听得懂吗？有一件事情你刚刚讲的是正确了哈，就说去年他驻美代表他不在台湾，所以鼎新集团跟马总统的关系有没有因此走得很近？但是有件事情金普聪应该会知道，是因为2011年到2012年选总统的这段期间，那他可是操盘手吧？但是他不管钱，他管不管钱我不知道，他真的不管钱我不知道，我也不管这件事情。我们只要问说，那真的鼎新有帮马总统出10亿的政治现金吗？这个我们关心的在这里，我没有办法确定，但是没关系，重点都不在这里。我必须帮这个金普聪讲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态度，就是去年所有马英九总统的幕僚跟这个魏家建立魏家跟马英九总统之间的特别的牵连的那种可以想象的那种借势借端关系的时候，金普聪不在台湾，金普聪不知道。好，那我只要问一句话就好了，马总统有没有当门神？这个有待进一步调查。马总统有没有当门神？我们不要问马英九本人。对，我怀疑。但是马大姐过去有没有当门神？这可是已经有法律的定案。刚才 Coco 姐说了一个重点哦。嗯哼。金普聪跟这件事没关哦。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有六件事马英九要回答哦。第一件事情，为什么郑立忠、陈宝基要去101大楼去见魏家的人？为什么政府官员可以跟对岸的人跑去这个101大楼去谈我们对大陆的这个所谓农产品是谁受益？既然不是金普聪，是谁受益的？第二件事要答呀。对，第二件事情是哪个党团的高干，或者是来自哪个指令？在讨论到有关食安法跟这个魏家有关的时候，谁下令封杀？谁有这么大的权力？因为这个答案都不是金普聪喽。既然不是金普聪，那是谁？第三件事情，同样是澳洲牛油。对，为什么在这个针对正义进来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民进党有一位重要的这个立法委员戴宜康说这是跟饲料油一起进来的，卫福部马上出具证明说不，那是食用油。可是你在看面对南桥的时候他的态度，这是第三个，那是谁决定的？第四件事情是谁决定101大楼现在魏家的股权银行可以借到68%？68%哦。我们一般老百姓现在你房子要借到60%很难哦，101大楼可以借到60%，是谁决定的？不是金普聪哦，那是谁？另外一部分无担保可以借到200多亿，这里面只有财政部长可以做决定哦，那如果不是财政部长，不是金普聪，那是谁？第六件事情，三重土地在阿扁时代，就是魏权三重土地阿扁时代都没有办法变更，为什么选完之后不是金普聪，是谁可以让这个三重土地变更成公有地，变成是住商 ？OK， 是谁？最后一件事情，到目前有抽云根吗？如果都跟金普聪没有关系的话，那是谁到现在还不准财政部去抽云根的？前面你前面讲的这些其实隐射性太强，我觉得是不公平的，因为跟金普聪真的没关系。如果你一直讲金普聪，其实也是不公平。马英九总统，我问过很多次了，我已经非常明确的告诉，请马英九总统查出来，那个人到底是谁？那个人他是不是借用你的关系，或者说借势借端自己做门神，然后把你当成门神？那为什么这个杂志会报道出来？而据说就是这个人拿了一笔钱透露给周刊作为这个重要的秘密。几个字？姓什么？曾还是吴？还是非常高的，还是两个非常高的核心幕僚。其实马总统自己心知肚明。如果金普聪秘书长他也心知肚明的话，那对金普聪唯一的一个质疑就是，你为什么不揭发这个真相？这是我对金普聪这位国安会秘书长的郑重的质疑。好 ，Coco 姐，那个时候金普聪没有操盘经手所有的有关于选举的钱，那个时候管钱的人是谁？去问曾永权啊。好。我们科话曾永权，没有开玩笑，我们稍后回来。身穿白色上衣，眼神虔诚，这时候的魏银冲是慈济人，同时是正言法师的弟子。你相机犯做出来，现在模样，现在模样，我再斗掉，是不是可以？我说怎么来回收上人，想得很周到哦。
原本和慈济互相加持的好缘分，如今却因为鼎鑫爆发黑心油案，连带把慈济也卷入这场风暴。网络上骂声不断，网友纷纷到慈济脸书上开骂，有人说后悔捐钱给慈济，还有人说最善良跟最黑心都在慈济，不该纵容爱徒卖黑心油，甚至说慈济已经变成一言堂，就是因为市昭会法师在脸书上反呛这些网友有如红卫兵煽风点火，不排除可能向他们提告。他如果讲说啊，慈济啊挹注鼎鑫去卖黑心油，但是这个陈述是不实的，才可能构成诽谤罪。那如果他只是针对目前的这个新闻事件去做评论，譬如说啊，这是什么形同帮凶啊，或者是说一些形容词，对于可受公平的事件，你做了一些评论，这个部分是不会构成刑法的一个诽谤罪。不只是网友，甚至连名嘴周瑜寇日前在网络上的一篇文章踏伐慈济也是魏家的帮凶，也可能遭到市昭会法师算总账。网友跟名嘴相关的一些评论其实不应该无限上纲，应该要谨守一个比例的一个原则，太过情绪化的一些发言更可能会淹没了一些事件的本质。网友若是有过于情绪性的发言，不但容易模糊焦点，还可能会惹祸上身。魏家的所作所为是非对错，相信司法能还给人民公正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好，来我们再看这个报纸，你没有看错，市昭会法师呛虾，呛虾什么呢？要向反慈济者算总账。哎，什么事情让这不打诳语的出家人如此勃然大怒？何处惹尘埃啊？哎，要被算账的，恐怕那个寇姐你也有一份吧。我们是要跟公益算总账，这种卖黑心油，这个让我们大家健康受损，甚至于我们下一代的身体可能都长期受到影响。那喜事人那么多，这是造孽耶。市昭会这个法师，我是懒得评论他了，我还是认为慈济功德会的正言法师，你还是出来讲几句话吧，这是作孽。我倒是觉得，其实昭会法师其实出家人贪嗔痴怒。这个东西还要戒一戒，所以说他还是不要动怒会比较好，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永远是对的啊，只要是合理的批判，我觉得其实总统都可以，我们民主社会总统都可以批了，那只要是每个人包括批判人家的人他也要受公平，对，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大家还是把心用成平常心来处理这个事情，任何的宗教团体我们觉得其实如果是对的如果是错的都可以都会摆在一个天平上，任何的政治人物包括宗教人物都可以了，但是我们也认为说有一些所谓的情绪性的评语，那至于哪些是情绪性的评语哪些不是，就让大家社会大众来做公平。我非常反对一个情形，就是说谁不可以批，谁批了我就要怎么样好，或者谁一定是永远是对的，这一点我倒是觉得其实不管是我们自己政治人物或者是这个佛门弟子其实都可以引以为戒。OK， 那个、我补充一下说，整个鼎鑫这个油的这个事件全台湾全部都是受害者。不管是这个慈济的团体也好啊，然后或是我们一般老百姓也好，或是其他的那个团体也好，所有都是这个受害者，包括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一个人，可能都中了。那个油大概我们得吃到多少，我们都不知道。那鼎鑫集团呢，为什么干这种事情？讲难听点，就是要赚钱嘛。这个赚钱呢，这个赚的这种黑心钱，谁被骗了？全部的老百姓被骗，甚至我觉得整个总统都也被骗了，前任总统也被骗了。看看陈水扁当初怎么挺这个鼎鑫集团的，谁知道鼎鑫集团会干这种事情？如果说鼎鑫集团卖黑油、卖这种黑心油，你觉得前面的总统跟现在总统会支持他吗？会支持他说哦这个所谓什么归于返乡吗？完完全全不会嘛？为什么就被骗了嘛？这是第一点。另外一个，我们讲到说这个大家说到底是不是谁是门神，谁不是门神？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哦。屏东的那个地沟油的一个事件，那种这个收水油的事件，我想请问一下，在那边发展了那么久，做了那么久，我们的屏东县政府都没有人知道吗？那你要这样讲的话，那屏东县政府不都是民进党执政的吗？你要怪民进党的这个执政首长吗？我告诉各位，这个全部都是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今天好不容易，今天这个所有的事情全部爆出来，爆出来以后，我们彻底做一次检验。我管你是跟国民党执政还是民进党执政，全部都做一次检验，包括我们这个鼎鑫集团，你跟马英九是什么样的关系？你怎么骗马英九了？或者说马英九到底有没有当你的门神？我们全部都摊开来，我们一一的检验，包括你跟前面的总统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一次做了一次检验，包括这些地沟油这些厂商，你在当地的市政府、当地的县政府，你们是怎么样？有没有所谓的官商勾结？为什么要跨县市，然后再来办你这个案子？这里面我们通通要这个做一个检验。今天看到的这个鼎鑫这个集团我真的是坦白讲
不管他是做，不管他的好朋友是谁，或是说他是怎么样，就我们一个老百姓而言，我坦白讲，我每天都在外食，我三餐外食，嗯，甚至于办公室摆了一堆东西，点心什么的，结果这个这些油全部爆了以后，来检视我办公室里面的点心，哇塞，几乎全部都中。我想请问一下，台湾一年要花多少健保费在这些所谓的洗肾或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肿瘤病啊或什么这些东西，多少受害人？那今天你鼎新集团到底干了什么事情？另外一个，我们今天来讲的是说，前面这么多年来累积下来，哦，当然是这个马总统要负最大的责任。为什么？他已经执政了六年，这六年之中，你现在才爆出来，坦白讲，对我们来讲还是害怕。虽然你已经把它爆出来，可是我们听了还是害怕，因为我们吃了多少年，包括前面的这个陈水扁这个时代这个东西，整个下来到今天终于把它爆开来，我觉得不爆，这个爆还是比不爆强。而且最重要来讲的话，你已经讲了很久了，最重要的一句是说，不管怎么样，全部都把它掀出来是比较重要的，否则你在那边讨论说啊，这个跟谁什么关系什么，你全部摊开来，然后剪掉全部去打，到底有没有当门神？这支现金有没有报？收了多少钱？因为如果你收了这支现金没有报的话，我想我们选举的人都知道吧，这就是违法的事情啊。好，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把通通都谈了，那就没责任了吗？是这样意思？本来把事实跟真相抓出来就是应该的。今天我们所有做这些事情，就是要把事实跟真相弄清楚。可是我刚刚听了陈议员一番话，我觉得他根本就故意混淆视听。为什么我这样讲？大家不要忘记，鼎新什么时候回来发行？什么时候购买卫权？民进党执政吗？还是国民党执政？对，你就看陈水扁。要这样子混淆视听吗？陈水扁怎么撑在鼎新的嘛？好不好？有历史可以看。我觉得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说混淆事实。如果我们今天是真的有心，那我这老实讲，慈济要选择谴责或不谴责是慈济的选择，我不予评论。但是他这样的行为本身其实也做了一种决定，他也向社会证明了他在这个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如果鼎新这件事情今天已经证明是事实，确实是一个黑心油，而且从过去这几年，其实不多久前是2012年才开始大量从所谓的越南进口饲料油，所以并没有很久以前哈。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先澄清，如果大家继续在那边混淆视听，这件事情是不会有真相，不会有真相，对，不会有真相，你就不知道说应该如何改善。好，所以我这第一点要说明的地方。第二点呢，我是认为说，黑心油刚刚也提到说，屏东县政府郭烈成在今年的1月有没有被检调抓去过？有，但是为什么查不出来？因为他之前所生产的油是工业用油，并没有流入食物生产的这个行列。这是为什么他被找去的时候，当时案件不成立，后来为什么会成立？是因为油被追出来是进入了所谓的食品加工行业，所以这件事情也不要混淆哦，不要说哦这样子蓝绿都有共业啦，几年了嘛，你让我先讲完，几年了嘛，对不起哈，几年了嘛，好不好？对，这个就是混淆视听的关键。最后我再讲一点就好了哈，我是觉得说，慈济可以保持继续这样缄默，他也可以不要对他的董事发表任何的意见，但是。他不能禁止台湾人民对慈济有表达意见的权利哦。这件事情就在这个地方，其实表不表态都无所谓，因为人民心中自有一把尺。就像现在的连胜文，他选举的策略要继续打所谓的悲情牌呢，还是要继续打所谓的恐吓牌呢，还是要打所谓的组织牌呢，乃至于危机牌哦，说这2016一定会怎么样，对不对？哦，恐吓牌是说哦退休年金会怎么样。这个悲情牌是一颗子弹又飞来了，哦，那组织牌，其实我老实讲，我也不认为台北用小朋友买有效，但是台北的组织战要不要小朋友？绝对要的嘛。这些组织动员，其实台北市的选举很简单啦，哈，蓝营是一个基本的区块，很稳固的。你说要他去投绿，投不下去嘛？刚刚我们有听到一位这个年轻人说，我为什么要投连胜文？其实我心里并不那么想投，可是因为我家是蓝营的，所以我必须要这样投。可是他说，那如果你真心要投的话，你会投谁？他突然就反过来说，他要投这个柯文哲。好，那你看到这一段对话的时候，你可以明显的知道说，连胜文到目前为止他的策略，如果还不出刚刚我讲的那几张牌，那我几乎可以觉得说，台北市民大概不太想被绑架了。哦，那个选择的胜负大概已经很清楚了。我也同意联合报今天所做的这个民调，但是我觉得里面有一个 tricky 的地方。嗯，好，它有 tricky 的地方在于说，柯文哲是在50岁以下，他的支持率很高。可是我们都知道说，35岁以下投票行为是不稳定的。所以即便他这一块的投这个所谓现在支持度很高，如果投票行为没有投下去，
那就枉然。那同样的，连胜文他的支持度在50岁以上偏高，这些人是相对稳定的，所以这一来一回之间，有没有可能这个民调拉紧？我是认为可能哦。那以台北市的投票结构来说，我们如果是70%，那就代表1%是1.5%，好，就15000票。如果是60%，就表示1%是13000票。所以差距5%的话，在70%是70000票的差距哦，在60%差距是65000的差距。不管是65000或70000的差距，在我看来，目前这样的结构，如果宋楚瑜要扮演一定的杠杆角色，他可不可以扮演？他可以，因为他在台北有五万张选票，所以他在这个65000到70000之间，他如果扮演这个杠杆，这是为什么现在宋楚瑜先生可以玩很大的原因。那把这个陈彦博都已经逼到说，哦，如果这个他不当选的话，他们的党主席要下台啊，好，还逼着这个谢启大委员也跳出来说，那就给他下台好了。这是代表什么？代表说新党反而在这一局里面角色边缘化，亲民党在这一局里面角色变关键。那我分析这一点的意思是要告诉大家说，这次选举不要再被什么东西绑架了，选民只要面对自己的选择就好了。如果继续要被绑架，管他是马英九啦，或者是什么连家的什么几代啦，或者他欠什么什么东西啊，都没有用。因为过去几年我们已经看到了，包括郝龙斌在选举的时候，太太有没有陪出来扫街啊？有啊。有没有去菜市场拜票？有啊。那他太太是谁啊？哎，是在大学里面教书的高级公务员吧。所以我觉得哈，我们不要两套标准。所以我也祝福啦哈，如果费鸿泰委员要继续打 MG149，我祝福他。如果他要继续打这个行政不中立，我也祝福他。那但是我觉得我们台北市民要往前看，要继续向前走。接下来这个蓝营选民敢不敢站出来，可能跟马总统面对顶新的态度也有很大的关系哦。到底他是不是门神，还是他被设计当门神？我们稍后回来要在这个话题上继续讨论跟追究。这两年呢，我们执政，结果看到呢，鲑鱼返乡了。本来只有鲑鱼，结果回来好几条金鱼。为什么呢？他觉得台湾开始变成更开放，他对台湾开始有信心了。顶新旺旺自然美，顶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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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为什么当年不回来，现在回来了呢？这是结果。你说这是包着糖衣的毒药，我们推动 ACT 法又是包着糖衣的毒药。请问蔡主席，你们说糖衣毒药，事后证明过去做的都是对台湾有益的补药，补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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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如果连补药跟这个毒药都分不清。好像是网友哭诉的哦，但是我们来看看到底魏家跟这个马之间的关系哦，是真的都没有收现金吗？这个从我们要来看看他的这个政治现金的表。不过我们先来看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尹衍梁。好了，在总统大选的时候，他登了一个半版广告，这是2012年的《中国时报》的 A11版，哈，1月12号登的哦。好，我们来看看他登了，你看这个挺很大，对不对？登了一个半版广告，说要投马英九的5大理由：票投马英九，台湾999，啊，因为马英九回家路更近。好，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那个笑，是因为马英九大家赚更多。因为马英九出国更风光，因为马英九治安够卡赫，因为马英九台海更和平。他讲的都没错啊，但是都对了吗？但是那个主持是他自己啊，跟我们人民无关啊。哎，但是在今天就有一个爆料在讲的，就是说其实尹衍梁会出来，搞半天不是刘太英拜托他的，在今天的政坛上的传言纷纷讲的，其实是马总统请尹衍梁出来的，是吗？Coco姐，其实昨天因为我跟那个胡忠信同台嘛，他在电视节目里面，他就而且他说是他的媒体主管朋友跟他说，这位媒体主管直接问尹衍梁，你为什么要跳出来？那尹衍梁说是马英九总统拜托他的，那这不是姿势体大吗？而且胡忠信还说，如果你们否认，我就把媒体主管的名字讲出来。那后来这个总统府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因为我也在脸书上写了，之后呢，总统府的发言人马伟国就说，这叫做子虚乌有，这个绝无此事。可是今天呢，比较有蹊跷的，而且很悬疑的是，尹衍梁呢不回应的。哎，他前几天这个出来开完记者会，第二天不是还为顶薪16万员工
中国大陆的员工请命呢，对不对？嗯、这个拜托拜托大家饶他们一命啊！嗯、伤口饭吃。这个结果我们才发觉说，鼎鑫的员工在台湾不过6000到10000左右而已。那这个啊，6000人啊，连10000人都没有。那所以叶良今天呢，记者询问他，他不回应，但是他在官方网站里面说，对外界这一切都不回应。哎。好奇怪哦，尹衍梁是光华管理学院的创办人，他是尹教授，哎，他出了一本书叫做《尹教授的十堂课》，而且他还有堂讲，堂讲是要做人正正派派，要诚实，哎，你怎么可以不回应？你不回应的意思是说，马总统的绝无此事，你也没有办法回应吗？那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们两个说好了，不可以公布啊，要说谎；第二就是。不是马英九叫他这个这样做的，是他吹牛骗人，也在监视阶段。监视阶段呢，就想要接台湾之星，真接中加系统。总而言之，不怀好心眼。所以呢，我要请教这个尹衍梁这个总裁，请你保证你不会介入台湾之星，不会介入中加系统，因为尹衍梁是一个一本万利的企业家。那个宇昌案大家都知道，10块钱买的，现在已经140几块，大赚其钱。他。跟这个当时跟这个刘太英的关系，在这个啊什么什么国安密账啊那个奇奇怪怪的案件当中的钱的搞来搞去，他跟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反正总而言之他不做赔本生意。那还有一种可能呢，那是不是中国大陆拜托他？因为其实今天已经有消息了，鼎鑫集团宋楚瑜早上有跟我说，北京中央有透过管道，我相信是习近平啊的中南海对台办公室告诉这个宋主席，你们在台湾的这些呼吁他们都听到了。哎，我觉得习近平的反应还比马英九总统正面，他说我们在各种他们看到了不同的这个舆论的反应，说如果鼎鑫在台湾只有1/10市场，他还卖黑心油，不相信大陆没有黑心油，所以大陆已经要查。所以我要呼应，今天所有的大陆的媒体都在转载这个消息，所以16万员工的生计的问题是真的哦。其实寇姐，你刚刚讲的是另外呼应你，现在大幸福的杨振义他也提供了，他卖到中国大陆的油可能比台湾还要多好几倍哦。所以说当然是大陆，中国大陆的这个所谓的16万员工，这个可能是生计会成问题。另外一个我想讲的就是说，你不要忘，你可能不要忘记了，当警察逮捕一个犯人或者法官在庭上的讲说你可以保持缄默，但是任何你讲的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所以你现在保持缄默也是一种态度啊。到底有没有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对呀，我补充一点就好了。如果尹衍梁这么在乎这些员工，说我们鼎鑫集团旗下的这个卫权哦，因此以后会员工受害，那我请教一下，他去接了南山人寿，到现在有把劳资纠纷处理完毕了吗？为什么要让南山人寿所有的这些业务员每天在那里抗议？到现在我们台北市政府的劳工局还在介入处理这个南山人寿的劳资争议案。其实这个魏英松被约谈之前，他们开的那一场记者会，其实最主要是要防堵台湾现在的风波引发到中国。对了，所以他们其实是在做切割，要不然为什么魏家的老大要赶快回来去做灭火的动作？不然这么长的时间，从混油假油到现在，到最后一刻魏应聪要被约谈之前，赶快找了尹衍梁来开这个记者会。所以基本上尹衍梁到底是不是马英九找的，我觉得一定是有一个高层人士来做这个牵线，绝对是，否则不可能，谁能够说在一个利益的一个前提之下，然后在这样子的时间点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救火的动作？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家会这么有这个良心啊，或是有这么样的一个这个胸怀大志，说哎，我要赶快来帮魏应聪来救火，我觉得不可能。所以我提另外一个，我认为这个部分应该是由这个老大出来做一个灭火动作，然后整个的戏码就是这样子演出。你说这个戏码，他为什么非得出去一趟不可，而且回来之后就有老大出手，派出另外一个老大来相救呢？杰明，对。因为这里面其实吊诡两件事情，是大家都还疑问他这趟飞机出去带了什么样的资料出去。因为这出去完之后没多久，一周刊就刊出来说有一个10亿元的这个政治现金的疑问啊，所以这里面是有关系。但是我要跟大家报告，如果今天尹衍梁没有出现的话，卫权股票会继续跌。当卫权股票继续跌的时候，我们以现在所有资料显示，这个卫家任何的资产，它其实都是银行去借的。
如果你的股票也是用银行去借的时候，对不起，在往下掉的过程当中，你就要不断的补钱。而事实上，所有的银行团在看的事情是你这家公司的价值。如果你连借款的最基本的价值，我们再说一遍哦，魏全是50亿的股本，魏家只占了40%，就是20亿。20亿，但是他是用50亿的概念去借的这些钱，借的金额高达480亿，所以而且里面有200亿是无担的。因为你知道鼎鑫本身没上市，所以鼎鑫借钱没有那么容易借，你一定要有个上市公司。所以这家公司有没有继续保守在鼎鑫的手上，跟他所有目前的资产运作是绝对有相关的。但试想一个问题，如果这股价继续往下掉，他是不是要再借钱去补银行的贷款？因为他可能拿他股票去直借嘛。好了，问题来了，如果今天大家银根是收的，你股票持续掉，你没有钱去回补，请问一下你接下来动作什么动作？你只能抛售你的股票啊，你只能做这件事情。但是一旦他抛售股票的时候，大家就疑问啊，魏家开始减低持股了，那银行团要不要收他银根？因为现在银行都没有动作啊。所以其实银行出来这个时间点非常的曼妙，因为那个时间如果再跌就跌破25块，25块再跌破就是20，20跌就可能是8-9块了。OK， 那魏全哪有这么多钱？每掉一块钱就是5亿台币，每掉一块钱是5亿台币，他哪有这么多钱不断的去补呢？因为现在都抽他银根嘛。那么以这个情况下，不要忘记101大楼都可以借到68%，表示魏家的资金其实是很紧的，所以。阴阳这时候出现，我不知道因素是什么，但是很明显的事情，马上扮演的角色是有人就冲进去，我不知道冲进去那30000张到底谁买的，现在我们还需要答案。我们现在需要两件事情答案，第一件事30000张是谁买的，第二件事到底我们政府的劳退基金政府金有多少钱在魏全，这要讲清楚说明白。我比较在乎的事情是这件事情，如果今天这事情不讲清楚，我想中国事情交给中国处理，习近平自己有自己的打算，但是我在乎的是台湾将近480亿的贷款，还有包括了所谓的他手上的手机系统跟魏全是不是有序经营，这个恐怕是我们老百姓在乎的哦。好，我们刚刚讲到，杰明讲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个里面魏全从跌停拉到涨停，这30000张里面有没有大家的劳退基金在里面？我觉得这立委可以去问问清楚。我相信，哎，很奇怪，为什么会有30000张突然把跌停拉到涨停？好，我们刚刚讲到一个问题啊，刚刚寇姐讲说，2012总统大选的时候，哎，到底是谁去帮这些红顶商人收政治现金？寇姐说不是金普聪，那我们刚刚讲说，哎，那是不是曾永权？我们打电话问曾永权。就曾永权的秘书听到一电视震惊现实批，就说啊，对不起，很忙，就把电话挂了。好，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从这个数字当中去找到有一些蛛丝马迹啊。我们来看看呢，第13届总统大选就是2012年的时候，来，我们来看看哈，这个橘色的部分是企业的捐款，这个绿色的部分是个人捐款。就我们看看喽，我们看看啊，这个国民党跟马英九他收到的钱大部分呢都是企业的这个政治现金。对，你看这个企业政治现金呢通通加起来，你看看这边有35000多啊，那这个地方呢有13000多，所以他不，对不起啊，这个是13000多个万，所以是3亿跟1亿多，所以呢光从企业国民党跟马总统就拿到了4亿8000万左右。好，那蔡英文比起来，民党是蛮可怜的，企业都不捐给你，你看捐起来还不到1亿。然后那为什么这个企业界捐给国民党的钱会多出这么多呢？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让大家去想象。这里面我不好意思打岔主持人一个问题，其实你比对这件事情哈，蔡苏跟 DPP 谁拿的政治现金比较多？蔡。好，那我们再往前对这个，对，是国民党。对，所以这里面看的这边非常有趣的事情是说。在这边呢是国民党远大于这个马吴，当然在前一任就比较那么清楚，但是这一任就很清楚，大部分人是去支持的是总统候选人，他钱是捐给了总统候选人比较多。但是以这个角度来看，似乎是王吴马这么有知名度的人，他拿到了政治现金还比他第一次选举来的少。不合理啊，你注意看，第一次马萧领这么多，吴马领这么少啊，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觉得这个数字非常的奇怪，而且总统大选一任选下来只花个4-5亿，你相信吗？恐怕加一个零都还不止。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看谁捐了政治现金。好，我们就看2012年了哈，2008年的王者义来者可追了，我们不谈他，我们先来看2012年。好，你看啊、哦，远东集团，你看两边捐，哎，你看如果这个蔡英文知道一定很气，你看哇塞喊的哟，他比人家少这么多。好，那台塑集团只押国民党，完全没有捐给民进党，也没有捐给蔡英文。润泰呢，哎，都没有捐，你相信吗？好，我们看，哎，润泰在
2008年的时候捐了不少，捐了1200万给国民党。好，那他没有捐半毛钱，那为什么跟这次的这个政商关系有这么错综复杂的关系？然后呢，又跟门神，又听说门神找他出来当门神的那个敲门砖，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稍后继续谈。部长。哦，请董部长。陈委员早安。部长早。部长，我先请教一下哈，我们泥土化的政策宗旨是什么？我们希望让我们的国民，不管他的资源的丰厚与否、地区与否、不分族群、不分地方，都能够享有文化公民权。所以当时的宗旨，这个是从你们的整个计划把它摘取下来的。泥土化政策的宗旨是偏乡弱势艺文资源不足及过去造成资源挹注较少的村落，以缩短城乡文化差距及落实文化平权，体现台湾所深藏的在地文化，是如此啊？对的。要不要确认一下？是的，是这样子，是吧？泥土化的政策宗旨没错吧？是的。再来，我再请教一下，我们当时候有一个部分叫艺术美学下乡的计划，这个部分的宗旨是什么？就跟刚刚的宗旨一样啊，是希望，就是不管你是在城市或者是在部落里头，你都可以受到美学的敬仰。这是我们文化部给我们办公室，在103年10月9号给我们办公室的。所以，部长，我先就教一下，我们所有表演艺术团体，我们应该是落实在如何鼓励民间团体去到我们的偏乡部落去表演，去拉距整个偏乡的距离，对不对？应该是这个样子嘛。陈委员，我静候您的指教。好，来，部长，如果我们在这一笔预算里面，我们补助台湾的团体去中国表演，你认为恰当吗？要很清楚哦，如果到中国大陆去表演的话，要看他的，就是看他的预算项目符不符合。什么叫预算项目？现在就是艺术美学下乡这个泥土化政策哦，很清楚。为什么会跟你确认？我们的宗旨当时候框列这么大笔的预算，我们就是希望拉近偏乡的差距，所以我们鼓励所有的民间团体、表演艺术团体都能够到我们台湾各个地方的部落去落实我们本土化的政策，所以当时我们大家会赞成啊。可是我现在只有问你，如果我们补助我们台湾的团体去到中国表演，你认为适当吗？去上海表演，请问上海是台湾的偏乡地区吗？陈委员，您就干脆指出来到底哪一项、哪一天、哪一件事情好不好？我先问你嘛，是不是适当嘛？因为我如果你不拿出，我现在问你是不是适当嘛？我不知道您问的是什么。我现在这样问你，如果在这个艺术美学下乡，我们补助台湾的团体去中国表演，这样适当吗？这是第一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您，请您提出实际的例子。我们如果补助中国的团体在中国表演，用艺术美学下乡，这样适当吗？补助中国的团体、表演团体在中国表演，请问适当吗？陈委员，您这样的话，适当吗？您是不是能够举出实例？现了，我们居然102年度补助资源，中国政府隶属的剧团在中国演出，在中国演出，上海昆剧团在上海2天2个场次，然后103年补助资源，中国政府隶属剧团在中国演出，还有人民画报社2天。陈委员，我们不可能，我们不可能用2天。陈委员，我们不可能用泥土化的经费去补助大陆的剧团。我待会我告诉你，我都会把所有。陈委员，如果您错了，您是否会道歉？如果没有，你下台；如果是的话，你下台。好不好？我很乐意。好，来，来发下去，把那一本发下去。陈委员，所有请您不要混淆视听。我没有混淆视听。我想您是的。你下台哦，你下台哦。
正下台不下台是我要决定的事情。你刚刚已经说好了，这一本我已经在了，委员在在而三，我负责的对象是全体国民，不是对您负责。来，我再跟大家讲，103年补助资源，中国政府隶属剧团，台湾演出，北京京剧院院团，3天3场，在哪里？国家剧院，在我们的国家剧院。好，这一本我刚刚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再跟你澄清？陈委员，您可不可以再说清楚一点？您刚刚说我们用泥土化的政策的预算去补助大陆的剧团吗？陈委员，这里您刚刚是这么说的吗？没错，两岸交流的钱已经够多了，我们泥土化政策很清楚，是在于我们整个偏乡部落的一个加强美学，不是让你去中国加强偏乡美学，请你搞清楚你的预算宗旨。所以我已经跟审计部告发，我叫他查清楚，你们的会计部门也要求你们查清楚，到时候哪一笔钱又补助到中国，请你一笔一笔吐回来。在网络上我们搜到了这样的一个影片，我想这里面透露两个问题，我想请教黄委员啊，这第一个问题是说，像这样子我们乍看之下乍听之下不知道谁在质询谁，这种情况官员回答委员的质询说态度这么强硬的情况，在现在的阁员里面是很常见的是吗？我觉得其实可能有一句话了，就是说所谓马英九要求什么阁员硬起来，结果现在变硬成这个样子。罗文台其实坦白讲他的一个塑形是非常糟糕的，过去委员质询他的时候他有手撑头啊，有穿布鞋的啦，有这个很显示不耐的，现在还有反质询的，还有委员看武侠小说被抓到了没？对，有啊，看那个这个很奇怪的清朝，还说认为说这个东西对他很有帮助。好，那我们觉得其实罗英台的情形是有以为甚。好，这个情形，他甚至可以反问说：“请问你讲的是什么？你说清楚吧，你说清楚，你说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其实罗英台是一个内阁中，坦白讲跟管爷来讲是有点拼的，只是他。男子组冠军跟女子组冠军，对，而且他重点是大家过去素有啊，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成立啊，但是素有所谓太后之称，好，那甚至于过去他的办公室有三个啊，一个在行政院内有，一个在这个新闻局有，一个在他的文化部部本部也有，然后这个媒体也报道说他去搭电梯要人家先帮他按住电梯，然后他老人家才从这个部长室里面慢慢走出来。所以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这对于内阁官员来讲，对于在国会的尊重来讲，是非常糟糕的。至今，甚至于陈委员也提到了说，那我跟这个审计部来举发，我相信可能到时候文化部要弄个五轨搬运，怎么样五轨搬运？我说哦，我不是用泥土化的钱啊，我是用另外的钱。但不管用泥土化的钱，又是还是另外的钱，你拿台湾的人民的纳税的血汗钱去补助这个中国的这个剧团在中国的大城市演出，又不是偏乡，这其实好几个错，好几个环节都是不对的。那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大家网友或是市民啊、民众，我相信自有公断。请我补充一下哈、在当天，你看到龙应台这么硬哦，但是他在这个质询台上，他不承认错误，到事后才叫他们的司长出来说啊，我们哈、给委员的资料，因为委员跟我们要的资料太多了。所以我们稍微在登载当中收集当中有错误啊，我的那一本其实很清楚哦，它就是泥土化政策，泥土化政策就是要用来补助偏乡，所以不可能有中国的剧团、中国的演出，还有中国来台湾，所以基本上他在现场他就是反正我就跟你呛到底就对了，十分钟嘛，我跟你呛到底十分钟我就下台了。而且在我们这个教育文化委员会，国民党的委员居多，所以所有的国民党委员都在护航。他认为说，反正我十分钟，我站在那里被你备询之后，我下来，我跟你呛完之后我下来，反而我还可以得到马英九的掌声呢，我还可以得到江宜桦的掌声。所以我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文官的生态其实是不对的。我们明明资料已经都是文化部给我们的资料，已经都跟他巨细靡遗的提出来，他还可以睁着眼说瞎话，这是我们认为说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马英九的团队根本就是完全跟人民是背离，甚至就是反正我就是跟你硬杠到底，所以我才会说你看一个龙应台都是这种态度，
怎么可能马英九你被凹说你今天有10亿的政治现金，你居然没有跳出来讲，这才是奇怪的地方啊。而且是典型的大街骂人小巷道歉，然后一个是设立内人反应表现讲很骂人说委员你说要不然你怎样，我下不下来是我自己的事情，然后典型说哦就找市长说、okay. 啊我们登载错误。好，这个官员傲慢的情况不止这一桩，我们稍后回来我们继续看。还有今天是院会总咨询最后一天，然后卫环就是最后的一组，既然明天才让蒋部长去交接，这个人功力何其之大，这个人今天不来院会接受备询，这个人今天不在卫环委员会跟我们共同来讨论食安法，这个人还有时间昨天参加马英九主持的第二次国安层级的食安会议，藐视立法院，藐视到这种程度，院长他真的比你还大。委员刚刚的说法完全跟事实不符合，因为绝对符合。我在跟你讲，上个礼拜我在这边就叫院长何时拆解这些未爆弹，院长说尽量尽快，对不对？你们未上任的蒋部长已经对媒体讲说月底前会平息，他已经比你更有魄力更斩钉截铁讲了月底前会平息，他后来还没有上任清楚都可以讲这些话，他清不清楚我不清楚，他清不清楚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但是我们在院会每一个委员咨询你的时候是希望这些未爆弹快速拆解，展现院长的魄力，展现院长的能力，但是院长没有办法讲一个确切时间。但是你们未上任的部长既然可以这样大放厥词的对媒体讲说月底前可以让这些食安的事件可以平息，这些都有资料。刚刚有讲他讲的是猪油，委员要把它扩大到所有的事情我也没办法。他讲的猪油，我们在跟你讲讲拆解未爆弹，不是以猪油做主体吗？当然有相关到连接到所有的牛油，所有的这些动植物油是没有错啊。但是院长，你现在在跟我耍嘴皮子啊？我不耍嘴皮子，啊、我非常精确的还原委员。你们今天要跟我讲说好，那你要跟我讲说，今天他讲的是针对猪油 ，OK？ 未来的检调在承办这些案件的过程里面，就是用猪油来做整个审理，可能会重刑起诉。到最后判不是很重，因为它叫做猪油，只是分作可用的猪油或是劣质的猪油，比较好的猪油，比较糟糕的猪油。你开了专案会议，由你主持的，就是这个样子啊。我要按照你的想象编了一，不是我的想象，我也你召开的会议的名字就叫做劣质猪油专案会议。因为委员并没有想要听我任何的说明，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接受你刚才讲的说，蒋部长所讲的是猪油。是只有针对猪油，因为你不是蒋部长肚子里面的蛔虫。院长，我真的是让你要好好的回答，但我想不到你为什么这么讲。你从来没有要我好好回答。我总没有你好好回答。你从来没有停下来一分钟让我讲话。我没有停下一分钟，我刚才讲飞机的事情，我还听你讲完之后，我才跟你讲说有这样的严重性，希望你好好处理。我每次跟你开始咨询的时候，我就用这个角度。观众朋友，你可能分不清楚刘建国委员在问什么牛油或猪油，但是我们看这两个对照，跟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陈廷芬委员质询龙应台的时候，我发现官员在答询的时候，他那个态度，还有包括你看他那个就头晃头晃脑，或者说他回答话的那个态度，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说，是啊，有点轻蔑，有点不逊、其实我蛮习惯的哈，因为以前我在台北市议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金普聪跟马英九的这个应答，其实就这样子，他们的整个团队还蛮一贯的。所以江宜桦对龙应台也当过我们文化局局长哈，那么管中闵啊这些人其实都是一个样子。那我是觉得说这些人哈是受不了一点点委屈的，所以马总统今天被人家讲说他拿了10亿的钱居然不回话。这事情是不可思议啊！我还记得2006年我打他特别费啊，他马上被起诉的时候出来发表一篇论文，然后正式宣布参选。那他这次应该出来说，如果我有的话，我要正式的辞职。如果这样下重视，人民还会觉得说哇，那你真的还有一点 guts， 或者是说你是真的清白。他现在连这个动作都不敢做了，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也是他们一路赖皮到底的原因。这些人就是，不然你怎么样？他不把民意放在眼里，9.2%的总统哈是不怕降到0%的，因为他念之在之的已经不是台湾好不好的问题。所以扣扣姐再怎么请他出来回答，可能他也就摇摇头，晃一晃。对，他们是在躲避啦。那因为
老实讲，马金团队从那个台北市长任内开始，他们就知道危机处理就是用拖，因为人民只有三分钟热度，而且我的经验显示，其实拖从邱小妹妹那个叫做人球的小病人开始，他所有的危机处理都是失败的，可是他都可以拖过，所以这件事情他也认为可以拖，一个礼拜拖不成就两个礼拜嘛，这个三个礼拜，反正我在位置上面，那刚才这些官员们会这样，就是因为蓝绿嘛，他只要保持住蓝绿对立的那个金钟罩，那只要蓝营的选民支持他，那就没有问题啊。但是他有没有对人民有交代呢？我再讲一次哦，从这个你刚刚讲啊，从魏家的第一次的黑心油风波啊，第一次哦，2012年的年底，2013年年初开始哦，第一次到现在，中间是魏家做大耶，就在你马英九总统的金钟罩下面呢。包括台北、台中、柯贞祖不需要查吗？Thank you.